慢的走，小心点哦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步步为营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尽管偶尔会停下脚步，但大致上还算顺利，很棒哦。啊，詹姆斯，小心点！就在离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，他们两个同时都停了下来。最后的难关，快一公尺的河道，对于小小身躯的小庞和詹姆斯而言，这就像是一道大鸿沟。海中守护着他们的宫泽先生也显得忧心忡忡。加油啊，小庞，詹姆斯！就在这个时候。狂拉詹姆斯，要他跳过来，但是詹姆斯却抵死不从。就在这一刻。